您来了，大哥大姐，今天给你们展示一道凉拌茄子，好吃又下饭，非常的简单容易，想学的跟我一起来吧。首先呢，将茄子洗净，茄子去皮，将茄子切成十字刀，根部不要切断。洗好的辣椒用刀背拍一拍，起锅烧油，油温烧至七成热，下入切好的茄子，茄子炸到饱皮，下入辣椒，辣椒炸制成虎皮状，捞出控油备用。准备好几瓣大蒜，用刀背拍散，剁成碎末，放入碗中。将带有蒜末的碗中加入提前炸好的辣椒油，放生抽一勺，陈醋一勺，加少许的盐、味精和鸡精，来一丢丢白糖，少许的香油，来点蒜蓉辣酱，来点蚝油，搅拌均匀。淋在炸好的茄子上，再撒点香菜段啊、香葱末啥的，非常的鲜亮。这道菜呀，您看似它咸，其实并不咸，配米饭和馒头都非常的好吃。给您的家里人做一道吧，他们一定会很喜欢的。进来的大哥大姐们，给老弟来个红心吧，我会努力更新每道家常菜，谢谢。